3月12日，韩国男子组合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为明晚出席的品牌开幕活动提前到岗。晚上11:40，崔始源一身黑色打扮步出香港机场大堂，与百名在场的粉丝见到偶像立即欣喜若狂。虽然崔始源不时报以微笑展露亲民作风，不过就全程在多名保安以手托手人墙式围圈保护下前行，令粉丝们不但无法近身，更稍微靠近就遭到保镖们的粗鲁对待。即便如此，粉丝们的热情却未丝毫减少，仅仅陪伴偶像步入停车场，直至崔始源登上座驾依旧围绕不散。